今天有几位粉丝朋友要过来说哈，就是我们本地啊，重庆本地的，说了的要带羊肉，要带鸡肉过来一起打鸭祭，我呢就准备点水果招待哈。嗨，哎呀，点那么多东西硬是。那个姐姐把鸡肉羊肉都来了。看到我爸爸在里头把饭压起的。哎呀，真是哦。我们两个是啥子锅？那个电压锅、高压锅都有。哦，那还是方便的，炒也可以。我看到那个开出方便吃，好大坨的。哎，看嘛，那个姐姐买那么多羊肉过来，哎呀。没煮完，明天给煮锅的。电压锅可以。电压锅可以。哎，电压锅可以。那个切腰花还要点技术，我也不会切，就是反正骨头将就。可以。这个切不完了，我把这块儿都留着。哎，你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其实啥子菜要炒得好吃，就炒得好吃。是啊，你这块儿不要切。把它放进去了，那边那个骨头的。你们是不是叫骨锅？那叫粥锅。一个叫小丽，一个叫芳芳哈。哎，对，我叫小。炖羊肉还是要弄开水哈。嗯。哎，刚刚好啊，你的头头有点大哈。蒸一头算一头。是蒸一头算一头。可能那个小丽她都是那个想的嘛。嗯。好。起灶方便。那个没起灶方便噻，听到的。慢慢来嘛。你这儿蒸半天，电都没插。那个。那些肉压起了，我们来做起点龙门阵，来吃点水果。我最喜欢吃的都是这个杆子，谢谢。果仁奶，你能够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啊？你看我这样做人的，我这自己拿去吃的。反正煮给搬客为主了。我们几个没得。嗯。连爸爸也来吃了。才我才吃，吃了我吃好多。吃杆子，来过来，哎，那个杆子好吃，这个杆子好吃，来爸爸坐。你坐完，那有的嘞，坐有点儿，有点儿，还有的嘞，那我坐嘛。周哥那会儿坐烂那个地儿啊，那个都接着哇。哎，那个地儿在哪里？可去那个搞电商过来要办。那个地儿不仅是，当初那边好耍不一个人。我不想耍，我要想有点后头走了。他就是耍不惯，我跟你说嘛。那边你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勤快惯了，真的。好，现在芳芳开始炒红烧鸡。本地特色。嗯。哎，重庆的烧鸡公哈。哎，重庆的烧鸡公。嗯。我们又是餐饮的了吧？哦。只是我不会了，我经常看。那个眼睛是吃不的嘛哈。好，这些可以倒水了。好，可以倒水了，赶紧。开水，哎，那个烧鸡公也倒不倒好多？好，哦，来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倒完了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可以，恁个想法子，哎，好吃好吃，看到的，哎，直接出锅，拿盘子来，哎，可以，他们把两个大菜都煮出来了哈，我来炒个小菜，干腰和炒。我炒的方法是先把那个炒了嘞。我们那个在吃的。啊，你那个炒的时候，那个炒的时候，因为我怕它炒老嘞。哎，是的。哇，那个泡椒，那个泡椒好酸呐哈，好酸爽啊！看它都好吃。来看清安逸噻哈。确实安逸，那个看到了。好，可以起锅了。确实安逸，这个菜都大出来。那个羊肉都是要边煮边吃，这头味道才鲜。开饭喽！来，坐起。我要整点调料。哎，还要整点。快吃了，哎，来得。到时候吃泡要炒猪肝那些，喊我给你装。嗯。我泡了两盘。你要好有志气啊，他们。我不晓得，我那个盆那么大，那么高。
哦，我觉得屋外头包的十种干净，他没洗。嗯。就买了他洗都没给洗的，都被泡了。你始终爱吃火锅啊，爱吃那些。他这儿加点泡菜。加点口味。嗯，这样。好像那个多大刚刚用。你莫说弄的那个料还简单嘛，嗯，也不用炒，也不能够直接倒进去都是。所以就是要人多吃饭才香哈，真的人多一个人又懒得去煮糕。嗯，我叫你们坐起耍哈儿，吃哈水果嘞，你们要去忙。我们娃儿他要三点多都有那个了嘛。那都不留你们了哈。那天又来耍，要得，又不都来耍了哈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哈。